情话作序沾染几缕相思，谁在临摹你的笔迹，落红满地飘过几时风雨，唯有缘分不可抛弃。迷醉梦里掠过几身悲喜，谁在试探我的情意，黑白对弈各执几粒棋子，输赢难断爱恨故里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，需要守。千古万绪，我在爱里寻觅，花心难离，有太多迷离。送我清风，采摘东篱，已经有过谁人与我相依？千丝万缕，我在爱里回忆，繁华隐去了太多风雨。落红挂里，唱歌一曲，一夕梦。莫子正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金某人待你如何，你落难之时是我收留了你，而且认你做了义子。可是你呢，却是青年会派到我这来的奸细。当初你在萧府就想暗杀我，如今你真以为当着我的面不动声色就能瞒天过海？义父，康敬雄替日本人运送鸦片毒害中国人，他暗中早与日本人勾结，设兵工厂做军火生意，骗老百姓去做劳工，百般欺凌，受尽折磨，他这么做全都是在替日本人卖命啊！你与他捆绑在一起，迟早沦为被万世唾骂的罪人。原来你早就知道。我现在只知道你背叛了我，你是个奸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应该让他们把你捆起来吊起来，千刀万剐了。可是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义子。给你留个全尸，自己了断。子正一命吧，他毕竟救过我们的命啊。凭这些理由，是不能放过一个奸细的。但是，我爱他。哎呀，你！哎呀，孩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爹，是不是在这世上每一个我爱上的男人，你都要杀掉才会满意？我是你唯一的女儿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是金都军的门面，我一直努力地做好这个门面。若是你今日一定要杀了子正，我跟你说，我保证你也一定会失去你的女儿。
你，若可姐，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枪开了，是你背叛我对你的惩罚。可是你现在还活着，是因为你救过我，给你的回报。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们金家没有半点的关系，你永远不会再受到我们金家的庇护。爹，再说一个字就让他死，走。在门外就听您咳得厉害。爹没事儿。爹，爹年纪大了，难免会有些小毛小病，没事儿。爹，我看您脸色这么差，要不我给您请个医生吧。不用了，刚住下就别兴师动众的了。爹一直在监狱里待着，身体自然会弱一点儿。有机会调理调理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爹，我想起来刚给您炖了冰糖雪梨，我这就给您端过来。嗯，快去吧。您这是又咳血了，您不打算把实情跟杭景说吗？北辰，咱俩不都已经说好了吗？我就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但如今有你在他身边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，呵护他，一生一世。爹相信，爹都知道。北辰啊，我有点累了，想一个人躺一会儿。
好，那待会儿你醒了，我们两个再过来。好。爹，医生说这病有的救，您跟我去海都。不用了，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您不能就这么放弃了，就算为了行情你也得试一试。他一直在等着您。好，我去。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你先不要把我的病情告诉行情，这孩子心思重，他知道以后一定会很难受的。之前从海都回来病情不是已经都稳定了吗？病人的肿瘤恶化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叫做已经尽力了？北辰，北辰，你别怪他了。李医生啊，你去忙吧。抱歉，抱歉。北辰，这段日子以来你为了照顾我费尽了心思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爹，海都不行还有北辰，我们可以挨家的医院跑，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医生。没用的，这次真的是没有希望了。医生已经给我判了死刑了。我带你回去看看行情吧。您六年日思夜盼，为的就是跟您有重逢的那一天。你说过你希望恒景一生都快乐，但见不着你会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。爹，跟我回去。云可，云可，你来了。云可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背叛组织。我相信你的清白，我也很清楚你的为人。可是现在你的身份虽然暴露了，但金城却没有杀你，你要怎么跟组织解释呢？说到底，你就是不相信我呗。那这样吧，你想杀了我，我愿意用我这条命证明我的清白。子正，你冷静点儿。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，
你先暂停工作。暂停？那勇哥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？你先安顿好自己，暂时不要露面，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我尽我所能，我付出那么多，我甚至一次一次用我的命去拼，到最后连你们的信任我都得不到，你说这可笑不可笑？三哥，嗯，金督军和康司令已经启程回去了。驻军方面的事情，多跟杜教官联络。是。另外，穆子正的身份暴露了，督军放了他一马，听说是金小姐替他求的情。这个金小姐是个性情中人，只不过所托非人罢了。阿琴，跟我走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他跟着我好吃好喝的，跟着你难道做讨饭婆吗？少爷，你别这么说。阿琴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跟我走。不，你是谁？公主，才这么重视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跟我抢？爷从出生那天起就什么都有，而你拼一辈子都不如爷的一根小指头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命，人要信命。一条狗被人欺负了还能反咬，你能干什么？你只能舔爷脚底下的泥。舔，舔爷，你真了不起啊！哎呀，疯子，给我杀，杀！打，使劲打，打！擦擦眼泪吧。你这样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。有时候，老天爷就是这么不公平。还有啊，你单枪匹马的，怎么跟萧北辰争领行情呢？你需要帮手啊。
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但是穆子正，穆先生，久仰大名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有个人他想见你，或许你见到了他，你会脱胎换骨。什么？明天就回去？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十二爹，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打算啊？哎，是啊，没来得及跟你说，学校那边知道我已经出狱了，打电话说跟我重新续了合同，让我继续教学。哎，这张校长吧，他急着想见我，我就答应他了。这两天啊，在这儿住着，见你过得挺好的，爹就放心了。可是爹，这……爹有爹的安排，咱们日后还可以再去看爹的，不是吗？亲家公，司令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怎么也得等到他回来之后再说呀，对吧？是啊。没事儿，来日方长，改天等海山回来了，我们老哥俩再去。行，那说好了啊，你办完事之后我再派车把你接回来。啊，有劳戚夫人了。可是爹，您这也太突然了，之前都没有跟我说过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您明天再留一天，我带您在整个北新城转一转，好不好？亲家公，杭景一片孝心，你就答应他吧。是啊，你们两个刚团聚，就多陪他几天吧。爹，我舍不得您这么快就走，您就多陪我一天，好不好？爹，杭景，爹就再陪你一天。你就是郑凤琪说要见我的那个人。我们在码头见过，请坐。穆先生，恭喜你。我有什么可喜的？穆先生现在不是京城义子，也不是青年会的人，又是自由之身了，大可以在新天地里大展拳脚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合作，我们互利互惠，共赢共存。那你们可找错人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什么都不是，毫无价值可言。不，我们看中的正是你的野心和仇恨，因为这才是最大的力量。穆先生，生逢乱世，如何才能头角峥嵘，高人一等？嗯，如果背后没有一棵大树，那就永远是任人碾压踩踏的野草。只要你肯点头，我们就会成为你背后最强大的助力。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啊？你们在北新难道不是经商的吗？那不好意思啊，我对经商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告辞了。
下，您刚才都听到了，这个人落魄至此，竟然还不愿意跟我们合作。每个人都有恐惧和欲望的拼图，只要找到他丢失的那块，便可掌控一切。木子正也不会例外。你看郑凤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们需要中国人为我们办事，而木子正正需要翻身的机会，所以他一定会点头的。小风车，好玩的小风车，来来个风车吧。爹，怎么到裁缝铺来了？您进去就知道了。哟，三少奶奶，听说您和令尊要来，我们早就候着了。哎，您看看这料子，上好的进口货。九儿，爹明儿就走了，怎么今儿还做衣服呢？爹，这毛料是苏联运来的，南方很少有，不但非常软，保暖还吸湿气。南方冬天那么湿冷，等衣服做好了，我就给您寄过去。爹，你喜欢吗？啊，我女儿选的，爹都喜欢。凉吧。哎，小心。哎。啊，对了，师傅，我爹这个人呢，风风火火的，容易出汗。您的领口和袖口都做的稍微大一点。哎，好嘞，领口袖口大一点。领口一尺五，哎，老先生，哎，糖葫芦，香甜的冰糖葫芦，三少奶奶走好，又大又甜，不甜不要钱，冰糖葫芦不甜不要钱，啊。等会儿啊，嗯，又大又甜。哟，老板，那根冰糖葫芦给我来一串。哎，好嘞，挑水最大的。好，好，慢走您。爹，你这是还把我当小孩呢？哎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在爹眼里啊，你永远是个小女孩。冰糖葫芦，好甜啊！上车。冰糖葫芦，爹，我舍不得你走，爹也舍不得你啊。好，爹答应你，等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了，就回来看你。真的吗？那爹你可答应我了，爹你可不许骗我。哎，好。爹，嗯，我还想听你讲故事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。哎呀，好不好嘛？好。好，就讲一个凯蒂的礼物。嗯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美丽又善良的小姑娘叫凯蒂。凯蒂的父亲非常非常的爱着凯蒂，虽然他是个商人，偶尔要出远门，但是每一次从外面回来，总会给凯蒂
带上不同的礼物送给他。第一次，凯蒂的父亲带给凯蒂的是一个音乐盒。哎呀，他说，每当打开这个音乐盒的时候，就仿佛听到了凯蒂的歌声。这个音乐盒陪伴了他一路，最后就成为他送给凯蒂的礼物。那第二次呢？第二次是一双舞鞋。凯蒂的父亲看着凯蒂一天天的长大，他想很快凯蒂就能到镇上的舞会跳舞了，他要让凯蒂穿上最漂亮的舞鞋，尽情地享受欢乐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凯蒂父亲的朋友带回了父亲给他的礼物，居然是一根树杈。你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吗？因为父亲再也回不来了。这根树杈插在泥土里，慢慢长大。他要用这样的方式陪伴他最爱的女儿。医生，我爹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，情况到底怎么样？戚夫人，三少奶奶，您公已经故去了。
怎么会这样啊？你说什么？林宫确实已经没有脉搏和呼吸了。你胡说！我爹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他还给我讲故事呢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林宫在狱多年，身子已经极其虚弱，他早就已经得了很严重的肺病。照这个情形看，他应该是一直在硬撑着，如今确实已经无力回天了，还请您节哀顺变。爹，一定是医生看错了，我要去给我爹找更好的医生。杭景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去给我爹找医生，你放开我。杭景，爹已经走了。不会的，我爹才刚刚回来我身边，他不会就这么走的。不会的，他不会就这么走的，不会的。我爹不会走的，爹，爹，爹，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跟你说，我盼了你6年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想。你刚刚回来我身边，你不可以就这么离开我，爹，醒醒啊，爹，爹。凤琪小姐，全部都查好了，林堂生半年前就被保释出来了，而且之后一直住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，我们还查到萧三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他。这么说他早就知道这事儿了？嗯，没错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事办得不错，东边的小宅子归你了。真的，谢谢凤琪小姐。
凤琪小姐，电影已经连赢100场了，连破我们公司的3大纪录。外面的影迷就跟潮水一样，都想抢着跟您合影呢。这么说，大家还是很认可，阴谋和爱情还是息息相关的。是是是。王经理，你觉得我最喜欢剧中的哪句台词呢？我最喜欢，只要你的心灵受到了伤害，你眼里看哪个角落都是魔鬼。小姐，你要不吃点吧？我曾